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, Om mani padme hum。时间已经到了，学姐还没来吗？怎么越来越阴啊？怎么了吗？学长，我还是会怕啦。习惯就好啦。学长，你为什么都不怕啊？因为该来就是会来，不会来就是不会来。哎，你那护身符不是很厉害吗？不用太担心啦。嘿，学长，你懂哦。学长人这么好，下次求一个护身符给他好了。我没你陪你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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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你陪你哄。哎，文耀学长还好吗？废话，一看就知道不好啊。嗯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变正常了？刚刚不是还怕得要死？我刚跟学长聊过之后就突然顿悟了嘛，反正要搞直播，光数阶梯怎么会够，对吧？哎呦，变聪明了。不过这学长姐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整文耀学长，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光拉着绳子也太无聊了。说真的，无聊比较好啦。你再跟我说一次。Hello， 学弟妹们大家好啊。哇，半夜十二点还这么多人哦。啊，对对，没错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女鬼桥。传说中午夜十二点数阶梯会多一阶的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女鬼学姐会不会出现在桥上呢？阶梯真的会从十三阶变成十四阶吗？看到了，现在主角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们差不多可以直接开始了吧。哎，干嘛拿走我的护身符啦？玩这个没人再带护身符的，坚强点。来这招哦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十四阶，真的假的？快走！哎，可是那我要怎么办？救不到了，走！镇连人哎！我妈你妹妹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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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你妹妹好。我妈你妹妹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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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你妹妹好。
振莲，不是都假的，干嘛我？对啊，不然是真的。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走啦，预演结束，回学办了。怎么这么黑，这么安静啊？学长姐还没回来哦。不知道，进去等吧。太黑了，开个灯。哎呦呀，我的小心脏，这么逼真是要吓死谁啊？干嘛？你有觉得我没用啊？没有要骂你啊，你有病哦。我只是不甘心啦，一样都是扮女鬼，我的妆输惨了。真的吗？可是说起来，那个女鬼是谁啊？我管她是谁，反正不是整我们就好。真的吗？可是雪桑姐他们都没回来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该不会我们其实也是雪桑姐的目标？哎，赞啦，这样就有趣了。如果雪桑姐敢玩我们，那我们就陪他们好好玩啊。啊？哈什么哈？赶快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！哇，太猛了！这个要给振莲看看。哎哎，振莲，你看这个。嗯，学长没事网购这么大一箱驱邪用品做啥？有病你！其实里面好像有一箱是我的。哈？
哎呦，阿秋之前学长说叫我给他一点钱，他来负责我们两个那天营队的安全啊。我以为是要安太岁，结果是这些东西。傻眼。哎呦，反正买了都买了，不然我们来布置一下。也行，反正他们扮鬼，我们驱邪。等一下，要是鬼进来了，我们就反过来吓吓他。嘿嘿，好，布置完毕。不错哦。